们也是快递，看这个盒子，里面有东西，就我们去打开它。他都不装东西。哇，这个快递有点牛逼哦，是从北京寄过来的。大呀！哇！雷锋！哇！浮光天姐。谢谢。等，还有。啥嘛？哇！哇！这是个啥？奖杯哟！哇靠，还是哎，有没有纸？大理石，大理石做的吗？翻一秒！哇！圣斗士最受欢迎和平精英作者。插在里面一下。你好软和。看没有？这个刀子把。这个给你放放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你不能这样，不是这样的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子的。我扛过哦，奖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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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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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今天的奖杯有点厉害哦，赶紧打消我们自己支持我们，让我们。